加了，他躺了之后，回去第二盒的时候，他站在那二盒的时候，可能就是，对，那你不是伞，那个伞面就弯了，直刀放出去了，伞面就拧巴了，一刀把伞面就劈弯你顶，对，我说脚腕给你打，基本都是招，对，完全不是对。要是变成那个对打就很奇怪，嗯，这不是一种塑造，嗯，前面花那么大功夫，是，嗯，完全不是一种，就是我得靠各种招把它干，对，各种招，最后还是用了成货了。我们这儿就是发飞刀，发飞刀，一地冲，对吧？他拨吗？打吗？拨一下。看看他现在接坐我们，要不要再跳？好。刀比如刀把一弄完了以后，刀不是横劈，就是什么竖劈。对，就是我刚说嘛，刚你说啊，刚你说的就是我一摔还没起，第二刀就已经来了，全是跟手串一样，就从三合之后。这下，哪里刀啊？关注你，你才不行。没见过刀，对，拿你的刀法，只要这么一转，你刀是这么过去，你的伞打在哪？你伞怎么打？而且我是冲你下边走，你肯定往下走。一走完后，一挑刀，梆的一弄，你中间不就死？